这歌有听得出来是什么歌吗？中间插曲，那个一见你就笑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一见你就笑，是什么歌？请抢答。哎，没有人，没有人知道哦。真的没有人知道吗？想到你啊，有听过吗？大家？没有吗？张惠妹，他们比较爱说啦。没关系，这边就是。他们外面没有领到。不要害羞，哎，不要吝啬，哎，出力就对了，哎，出力嘛，我们在这边，哎，放心。OK。刚才那一段原住民的，那听大家听的是原住民的歌吗？前面，那不是泰语，也不是那个菲律宾的啊、哦，那是我们排湾族的族语啊、哦。也有其他族的。比较像出征的感觉啊、哦。对啊。就类似我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会唱了。所以呢，要回来了哈，要回来唱我们歌了哈。对、嗯。怎么了？没事了。大哥哥、哦，真的是太喜了，不好意思。对啊，不好意思啊。干嘛音乐啊？啊，干嘛音？接下来这首歌也是我们的歌，但是我们今天也是做过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尝试哦，尝试。然后这首歌的故事真的是蛮凄惨的啦、嗯，就是我们吵架了，分手了，朋友们。有一次啊，就闹到离婚了，那次没有都撕掉了那个结婚戒。有一次真的，我们两个其实吵蛮凶的，就是真的要。就是你走你的，我走我的这样子。啊、嗯，要感谢现在在弹那个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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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当我们的媒婆。哥哥。哎、欸，不是媒婆了。啊，不是媒婆啦。当我们的那个见证人啊，见证人。不是啊，就二次再度婚嘛。对，我们就因为他就签了一个马光条约哦。啊，反正就是因为我哥的关系，就是当那个桥梁这样子嘛，是吗？所以我们本来就是真的是都要解，就是感觉要解团了啦。吵架那都吵很凶哎，就一直你像老公老婆这样子，就互相问候自己的家人了，真的是没那么夸张了。我们嘴巴没那么的那个吧，他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，然后写出来这首歌哦，就是这个故事哦，就是希望我们。就是能跟出力一样的出力这样，所以是我们出力，但是我们出力，他又不想要，他不想要我们太简单的，他就所以就是说要砸门，哎，打入枪的感觉，砸门啊，出力，看起来多像那个什么，不是砸门就看起来大家都是大家比较潇洒的感觉，对，因为我们大侠的感觉，对，大侠的感觉。我就写这，对，我就硬要砸嘛。然后前面第一段歌词其实是在讲我，然后第二段的主歌其实在讲他，然后副歌其实都是我们，就是不只是我们，而是很多的音乐人，就是在表演的人的梦想。对，就是好好的唱歌给大家听，就这样。对，这歌词就大概就是讲，就在讲这样，然后。好，这个是我怕破音的，有点高呗，你调一下嘛。那什么调啊 ？G 啊。啊。好的。要不就你罗赖吧。我晓得、哦。那。好，咱们处理。Thank you.
许的坏心情会放弃，原谅我每次都要和你担心。相信梦想在前方，一切有。